2018年10月19日至12月2日，追查国际的调查员以四川省政法委维稳办主任、副主任的身份，为亲属联系移植手术的事由，对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12所医院的院长、主任、医生等责任人电话调查取证，获得了17个录音证据。部分调查是在新唐人电视台的演播室进行的，调查全程录像。同时，调查现场还有长期关注活摘器官的时事评论员等嘉宾现场目击见证。调查表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从没停止，还在继续。中国仍然存在活人器官供体库，而且活摘罪恶正向全社会蔓延。调查还发现，中共主动张扬的器官黑市，是中共用来掩盖活摘器官罪恶、运作活人器官库的另一种方式。武警，我们现在是播那个北京市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副主任王建立，一期。哎，你是武警总院那个器官移植研究所的那个王建立主任吗？对。哎，你好，我这个电话是从四川成都打过来的，我是四川省。你好。哎，政法委这个维稳办的副主任。你好。你好。哎，我今天来打电话过来是请你帮忙的，我有一个呢亲戚啊在丰台。这个他呢是肝硬化，要做这个肝移植。我听说你那里呢做的多也做的快，所以我说打过来请你们帮忙哈。现在在哪里啊？现在人是在丰台。啊，丰台。哎，在丰台。他是什么血型的？他是 B 型血，今年45岁。现在这边情况不是太重了。这情况还好了，目前情况还不错。这个呢在307医院做过检查，就是医生说现在情况比较好，要早点做，这个效果比较好，所以我们想早点做。他们那边呢没有器官。这样，你就周一吧，你要不急的话，周一上午9点左右就让病人过来。带着资料我看一下，好吧？哎，那太好了。周一呢，过来我在哪里找你啊？到移植科病房。移植科病房来找你，那太好了。那个，你看，要是到你那儿来了，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安排手术？那这都器官呀，这个东西我说了不算呀，得看什么时间有器官呀。对，那就是看看跟那个谁呢，对，那就是你来看看情况，大体上我就是问大体上，我这里家里好安排，你知道吧？嗯，好吧，因为这个手术时间不确定，但是我们这情况挺多的。情况挺多的哈。对。大概你看1-2个星期能不能安排？差不多吧，但我不能做100%。好，1-2个星期可以安排是吧？嗯。哎，我问一下，你那个器官？这个健康器官情况怎么样？就是供体器官情况。什么意思啊？你们现在用的那个器官是不是都是那个法轮功的健康器官，正常的那供体，对不对？对对对。啊，那就很好。那个你们这个器官是把人拿到医院来，这个直接取同步移植吗？还是到院外去取器官取回来再移植啊？都是人直接捞到医院来，直接同步取移植的，对吧？对。那这个就比较好。那另外一个，我就问一下，那个取器官，这个打不打这个麻醉啊？就是老死亡的人还打什么麻醉啊？好，那是这样的，那就是我就是问一下，那就是好，那在我确定一下，就是星期一
到病房来直接找您，对吧？啊，对，那个器官呢，就是大概你看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想早一点做啊。你看，如果说有没有还要牵扯到家里人安排来陪啊，什么这个计划时间的问题，那就星期一来要，情况好的话就可以直接住院了，对不对？要看情况吧。看情况啊。啊，好，行，那就等来了再说了，对吧？好，那星期一见啊，星期一见，好。这里现在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对大陆火灾器官调查取证的现场。我们第一位调查的是北京朝阳医院肝移植科的主任，叫郎任。喂，喂，你是北京朝阳医院肝移植科的郎任主任吗？哎，郎主任啊，你是郎主任啊，你好，我是那个四川省政法委啊维稳办主任，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啊，是想找您帮忙啊。啊，你听得清我说话吗？哎，是这样的啊，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呢，在北京的丰台，他那个是肝硬化晚期啊，想到您那儿来做这个肝移植手术。对，啊，您看可以吗？我听见了啊，肝硬化是吧？还有打通过肝经过啊，我听见了，是哎，吧？肝硬化，对对对，肝硬化。哎，他这个人呢是 B 型血，今年45岁。你现在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呢？我是在成都给你打电话，他这个病人是在北京的丰台。我是要明天让病人家属跟我联系吗？或者病人跟我联系吗？对，我来我来找你，我就是你帮，我现在就是帮他联系一下，然后叫他们再来直接找你啊。对对，让他给我联系好不好？就给我电话给他吧，好吧？哎，可以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到您那儿来的话，这个手术大概安排多长时间可以安排手术？没有意外的话，估计2、3周吧，差不多。啊，2、3周啊，那行，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个就是你们现在的肝源呢？我的信号不是太好啊，您说。啊，就是你们现在用的肝源还是那种法轮功的，那种正常的。供体对吧？对，都捐献的啊。啊，健康的、正常的啊。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肝源器官呢，是从把那个供体拿到医院直接切取，同步移植呢，还是到外去，到院外取了以后拿回来做？这些都有，这两种情况都有啊，有本院产生的，也有外院产生的啊。哦，那好，那好，那行。那这个是这样的，那行，那你看什么时候找你比较方便？我平常手术比较多，你要提前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联系我吧，因为我到时候还要接个电话，他临时来我怕找不到我，对，临我时就找是，他来都可以，好你，吗？你看就是什么时候一般比较方便你的世界上？只要您那个亲戚直接约我，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好不好？约我，然后好。我给他定时间，啊。好，那行那行啊，行。刚才因为你的那个信，就是你现在信号不好，我跟要不重复一下，他这个人呢是这个肝硬化啊，知道了，15岁肝硬化，我知道。您怎么知道我的？这个是有朋友推荐，说这找你这儿来，说还有就是因为你那里呢不是，听说你那里还有一个绿色通道啊，就是可能还可以快一点，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到您这儿来，啊。你让你那病人联系我吧，好吧？啊，那行，那就是说，2个星期左右安排手术，对吧差不多。？OK，那个供体呢，那也就是那种法轮功的那种正常的健康的供体，对吧？对对，没错没错，您说的好，对。好，那行，那行，那就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好，谢谢您啊。好，再见。好，再见。
下面调查对象呢是郑树生，是树兰医院的现任院长。49805。喂，喂，是郑院长吗？你是哪里？哦，你是树兰医院的郑院长是吧？郑树生院长是吧？我是，我这个电话呢是从四川成都打来的，我是四川省委政法委这个维稳办的副主任。哎，你好，我今天打电话来是找你帮忙啊，是这样的，我有个亲戚呢，在你那块儿呢，他那个是肝硬化晚期，想到您呢这个树兰医院做肝移植。嗯，好，可以啊，可以啊。啊，我就想跟他联系一下，我就问一下，来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安排手术？做肝移植，我看他什么血型，我们这里还是快的。啊，他这个啊，他血型是 B 型血，啊，今年45岁。啊，45岁 B 型血很快的。你尽快来，我们最近就可以帮你做。那你看大概来了有多长时间可以？我们因为家里还要安排人来陪啊什么的。那差不多2个礼拜以内都能跟你做吧。好，2个礼拜来做啊。好，那太好了。好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肝源呐，这个器官呢，你们现在这个器官还是那个就是法轮功的那个健康的正常的器官对不对啊？更大了，这个器官来的，我们做就要环境过来。没问题对吧？好，对，质量没问题啊。啊，还有你们这个取器官的时候，这个打不打麻药？我听有些人说，要打麻药也会影响器官的质量哈。这个取器情况，就我们对弄好的，你这些恐怕，你们病人过来吧，好吧。那就星期一来怎么样？星期一来可以的，星期一来好的。好，树兰医院来找你，星期一对吧？对，知道了，你给我早点给我打这个手机吧。好。好。再见。行，好，再见。郑州人民医院，好。下面一个我们调查的取证的对象是郑州人民医院肝移植科的主任苗树斋。郑州人民医院苗树斋主任。哎，你好，你是郑州人民医院肝移植科的苗树斋主任吗？啊，听说吗？哎，对，这样的，我这个电话是从四川的成都打过来，我是四川省委政法委维稳办的副主任，我这打过来是我想找您帮忙，因为我有一个亲戚啊，在你们那块啊，这个他是。这个肝硬化晚期，想到你们医院去做肝移植手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你那里可不可以安排？他是什么血型啊？他是 B 型血，今年呢今年45岁。啊，就是可以已经确诊了是吗？对，确诊了。啊。可以啊。那你看过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安排手术？你这到那个等给你核实了才可以做。他是这个全套的检查都有，
啊，把那个结果带过来，看你啥要这个这个过来的是。对。那就是你来看一下那个资料，要是说合适就可以做，是吧？对对对，啊。那大概是多少时间？大概一两个星期可以安排吧。一般你来一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啊，一般就是一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啊。好。还有。对对，大概是这个时间啊。啊，还有就是你们这个现在这个供体啊，你们的供体就是那个法轮功的。那种正常的这个供体，对不对？对对。那这样的话，你们这个供体是在院内把那个供体拉到院内，同时切了直接啊同步移植吗？还是在外面取了拉回来？在我们医院。在你们医院自己就直接同时做，对吧？我们给化学医院啊，给化学医院。啊，就是说，同时取，同时移植。那这样的话。中间环节的影响就比较小，我是关心的这个，你知道吧？对对对对对。嗯。对，那好，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那先就这个。下面我们来调查取证的对象是郑州人民医院肝移植科的主任，叫曲青山。喂，是吧？哎，你是郑州人民医院肝移植科的苗青山主任吧？我是。哦，你好，我是呢四川省委政法委啊维稳办的副主任王，我今天打电话来是想找你帮忙啊。我有一个亲戚啊在你们那块儿，他得那个肝硬化晚期啊，想在你们医院来住院啊做肝移植。就是我就是现在先给他联系一下，就看您那儿了，就是您那儿呢看什么时候能够安排手术，我叫他什么时候来。不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安排手术，什么时候来医生看病呢？对对，我就说我是这样的，我就是看您啊，我这今天是先打电话问一下，看您什么时候方便，我就叫他什么时候来。就是明天上午吧。明天，那你看后天怎么样？在什么地方找你？后天可能会出差。哦，那明天上午，那行。那行，那我觉得明天上午来。那你看明天上午在什么地方找你？这个病房楼。病房楼啊，好。你看是这样的啊。行，来了以后我先看看情况。啊，看看情况，对。我就是大概你们常规像这样的没有特别情况，一般多少时间可以做？那你看看什么时候能配上行啊？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这个供体啊，你们这个现在用的供体，还是那个法轮功的那种正常的这个供体，对不对？都是正常的。都正常的。啊，现在就是还有你们这个供体是把这个人拉到医院呢啊，同时切取，直接切取，同时同步移植吗？还是从在院外切了以后拿回来做？你这样啊，你等到那个到了以后，我看那个情况，我到时候详细给他当面讲，好吧？好，行，那你就跟那个家属当面讲，我就叫他来直接找你。我现在放下电话，我跟他说一下，好。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成立于2003年1月20日，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在欧洲、澳洲、亚洲和加拿大设有分部，是以追查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为使命的国际调查组织。